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冲绳的海边。有没有石头啊？姐姐好美哦，我的妈呀！耶，海里面，哎呀呀，滴滴丢石头啊！可能都是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地上那个是什么？海草吗？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水不漂亮。差一点跌到海里面去，就远一点，尽量。包场的冬季海岸，哇，那边有个教堂，好像挺不错的。那边有个教堂啊。对啊，上面有十字架。上面有耶稣。奔跑的少女。哇，听着海浪拍打声好疗愈哦。